Hello， 阿提斯的车友们，大家好哈！今天下午呢，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呢，一样是阿提斯。那这个版本呢，是前几天呢有安装直播分享好几部的哈，这个是 X 版本的，是这台算是11.5 代的阿提斯 X 版，11.5 代。那阿提斯的 X 版呢，跟一般的避震器是差不了多少，那主要是它的前面的上座的规格呢，这个螺丝呢比较大，这个是 M10 的规格，那一般版本呢是 M8 的规格，我们 KT 的话呢都有做专用的，那因为现在还在施工当中，所以背景的声音呢会稍微比较吵。那这一位车友哈，其实他的改装呢也改了不少东西了哈，像这个是18寸的，这个是225/4018，它是旋压的铝圈，所以这个的铝圈的重量呢也还蛮轻的哈。那上座的部分，阿提斯我们有介绍过好多次了哈。上座不论是前面，这个是避震器，这一只是前面，这个呢是后面，不论是前面的避震器或者是后面呢，KT 呢都有附上座，我们都有附上座，不用啊再拆原来的上座来沿用，我们都有附一个新品的上座。那来看一下后面的部分哈，后面的话呢，我们所配置的是5公斤的弹簧，那这个是我们附新的上座哈。车高的话呢，今天的车高预计要降低的幅度呢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因为改了18寸之后呢，车高再降低哈，它整体的气势呢就都不一样哈，会好看很多。那它后面的车高部分的调整呢，是靠蓝色脚管上方这个托盘呢来做高低的调整，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我们把它后面的长度呢把它缩短之后，就是整体长度缩短，车高呢就会变低。好 ，Hello， 熊妈吉你好，阿吉你好。好，所以后面的车高调整呢，我们的最高大概了哈，可以比原厂低大概半指幅，那最低的话呢，大概是剩下也是半指幅左右，所以它能够调整车高的范围呢相当大。Hello， 秉瑞，秉瑞你好，秉瑞的车也是 X 版本哎，好，跟这台一样的啊，也是改18寸的。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内装的阻尼调整呢，它是在后座哈，我们把后座往前搬之后呢，它在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个 KT 的 logo， 好，这个地方一样顺时针的话它会变硬哈，我们如果像这样调整，顺时针的话变硬，好，像这样逆时针的话就变软哈，所以从这个地方呢能够做阻尼的调整。那前面的话就更简单了哈，后面的话其实这里有一个扣具啦，扣具打开之后，这个往外掀，它就能够调整阻尼了。那因为今天前面呢还在施工当中，所以呢背景声音呢会稍微吵一点点哈，请大家多多见谅。好，那这台车是，好，前面避震器其实还拆装很快哈，前面已经拆下来了。好，我们拆下来的话都是一个总成件哈，所以它的不论原来的上座，像这个车还很新啊，原厂的上座其实状况也都还很好。那如果车龄呢比较旧的话呢，上座就有可能好会有损坏的状况，那就有可能会一装上去之后有可能会有异音的状况，就比较难厘清是原厂的上座坏掉，或者是我们改装的避震器有异常。那改 KT 就不用烦恼这样问题，因为我们都有附新的那个上座。好，好，现在上座呢，这台车呢有3颗螺丝，所以呢把这3颗螺丝呢要把它锁紧。所以前面的阻尼调整很方便哈，我们把引擎室打开呢，从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所以调整软硬的话呢也很方便哈，不用再拆内装。秉瑞，你是说什么原厂型 KT 版哈？你的车不是都修好了吗？你的铝圈还是一样那个糖果红对不对？好，这边的话哈，驾驶座这边已经装好了哈。来，从这个地方像这样子，顺时针变硬，逆时针就是变软。它一共有30段的阻尼呢，可以调整啊。那正常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大概调大概到中间值左右哦，大概15段。可是呢，如果是原厂的避震器哈，它对胎压的要求呢没有很高，但是呢改装避震器
如果还有像这样子有加大铝圈后轮胎的话呢，胎压的敏感度呢就特别特别的重要。那我们会建议的哈，胎压的话呢，建议大概是达到原厂的PSI， 像原厂的话呢，大概会是32到33左右，好，不要太高。那改装铝圈，改装了避震器之后呢，胎压就很重要了哈，建议不要打太高，那也不要太低。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距离很少，因为呢前面呢预计降低大概剩下一指幅左右，好，前面大概剩下一指幅。那这里有一些固定架了哈，比如说这里有离载串，那这里有一些油管固定架，还有 ABS 感应线呢，这些当然都是比照原厂的安全相关的规定。那一般道路版本，我们前面哈配置的弹簧公斤数呢，就是7公斤的，好，是7公斤。那这现在已经锁好了哈，那其实可以看到呢，这个的锁孔呢，在我们 KT 设计的时候呢，就会做成一个椭圆孔，但现在已经螺帽已经锁好了，所以看不太出来。那也就是说，这个的前轮的降低之后的 camber 角度呢，再靠这个椭圆孔是能够做微幅的调整。好啊，至于用料的部分，我们所使用的里面填充的阻尼油呢，是意大利一整桶从意大利进口的 IP 的阻尼油，所以它的单价虽然比较高，但是它有的稳定度了哈，还有种种表现呢，都相当的成熟。那里面最攸关到寿命哈，大家会最关心的使用寿命的部分的油封呢，我们所使用的是日本NOK 的油封，那 NOK 的油封在日本的一线品牌的避震器里面也都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宣品，因为他们呢也都是用 NOK 的油封。对啊，这一台要降很低呢，跟你的想要的车高还蛮接近的哦。敏锐的也降很低嘛，对不对？敏锐的车也都在台中呢，如果 X 版的车友有需要试乘的话，再请秉瑞让车友试乘了哈，因为现在车弄好了，车都整理好了，可是秉瑞的工作也很忙啊哈，也不见得有办法配合车友要试乘，但我们 KT 里面都有试乘车啦。我们 KT 的试乘车呢，有 Tiara Focus 还有 Golf， 可以试乘的时候也虽然底盘不太一样，那也可以当一个参考。秉瑞你要上气压了，安内干后。赞哦。好啊，后面的话我们把轮胎装上去的，好，这个是254018 Artis 的话，其实改18寸就非常非常的霸气了，因为它原厂是17寸的，一般版本的话就有就是16。OK， 以上是今天我们 Artis X 版本，然后安装的是道路版避震器，现在只有剩下前面还在安装当中。那四支避震器的原厂避震器在这里。OK， 那谢谢大家哈。如果车友们 Artis 的车友呢有需要试乘的哈，或者是有任何问题呢？再请到我们 KT 瑞星的粉丝团呢，跟我们小编询问。那谢谢大家，好，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谢谢，拜拜。